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有一本儿童的书，甲大家分享，叫做《路巴贝尔森的天使》。路巴伊是一个荷兰人，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伊踮伫荷兰，伊是一个犹太人，也是一个护士。总是伫纳粹的时阵，大战的时阵，德国的军啊，来1944年来到荷兰的时阵。将伊个亲人、伊个丈夫、甲伊个囝儿，拢总掠到德国北部所在贝尔森，因关伫迄个集中营。伊个亲人侪侪人受杀害，伊甲伊丈夫、甲伊个囝儿失散。伫迄个真长期个时间关伫迄个集中营，但是因为伊有一个特殊个身份，伊护士，所以能伫集中营自由活动。迄两年个中间，伊常常咧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都教我活着？为什么教我家己活着？我无受到迄个受杀害。关伫即个集中营，阁当自由活动，为虾米？真艰苦，虽然自由活动。然后伫1944年，伫第二次大战，伫要到后壁时阵，迄年个冬天，伊得到一个答案。迄年冬天，伫暗暝真深个夜天，伊心内有真济艰苦，伊思念伊个丈夫，讲迄出事，反正一岁外囝儿个时，伊个心内真艰苦。伫迄时，伊听到一个囡仔在哭个声。那一个足细个，迄个喊个声，伊就爬起床，就顺着迄个声去到一个较深个远个所在。伫遐伊发现有54个囡仔，这囡仔也是荷兰人，完全做钻石小孩。因个老爸拢是做钻石雕刻师，迄当阵予德国人掠去掠离开，并且把这个囡仔因个叫细汉54个囡仔个蛋蛋放到野外，伫当地个所在很自生自灭，要人关死，真是好。路巴去听到这个家庭啊，总是对伊来讲有真大挣扎。伊家己在家己迄个中间生活，惊人知伊是犹太人，惊在迄个混乱中间，伊家己的死亡。在迄个非常的艰苦的时，伊看到这个囡仔，我感觉佮伸手把这54个囡仔抱三工，我哪有法度？我家己就无拄拄会当活了真好势。然后伊甲真侪当地一种用这号人个参详讲，你有当同我抱三工无？在迄个另一个想法。检查这个是上帝爱我活下来，让我无受到灾害，让我当在集中营自由活动，是一个真大的目的。所以，伊就将这54个囡仔藏起来，无简单哦。伊要藏54个囡仔，伊要历过真侪，才有德国的军粮，伊要去甲这个，爱去掌握这个食物件，这是上帝恩典，让伊跨过伫这个艰难的中间。经过4个月，1945年大战结束，54个囡仔有52个活下来，活下来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真正的故事。这50个囡仔活下来，或者钻石小孩，这是伊的相片。50年了后，等大战结束，伊拢总上登去荷兰，路巴马登去到荷兰的所在，钻石伊找无伊后生，找无伊囝，找无所有伊另外亲人，后来移民去到美国。50年后。1995年4月，总共51年的纪念日，这52个囡仔，这个囡仔，还佫别的这囡仔，去找到路巴，在美国找到伊，共三人组织，感谢伊。在迄当时，伊有愿意伸手，凭着伊的信心，收留伊，让伊有当活落来，让伊有当重新跟伊的厝的人、厝内面的人斗阵。在迄真艰难的中间，上帝真做路巴的愿望甲鼓励，让伊当伸手，真做囡仔活落来的愿望。我们所看的这个故事，是另外一个妇人人犯黑老的这个妇人人。刚才书会跟我们看的是在马可福音第6章21节到43节。在这个经文中间，刚才我们听过，有一第一段中间是耶稣有一个人为难，有一个光过长的哀老来找耶稣，要恳求耶稣会当去到主里，去来医治伊的12岁经常要死的查某囡仔。落在这个路中。我怕神有一个犯火老的妇人人，前两年真艰苦，伊来问耶稣的衫啊，想讲问衫去，伊会当得到医治。问了，伊家己嘛感觉受到医治，总是耶稣无安尼就予伊离开。耶稣要找伊，要甲伊相见面，要甲伊祝福，甲伊面对面。落在即时的时阵，来要咱看见，关系同个厝边的人来讲，唔免去呀，你莫去跳去呀，非常的艰苦。正是耶稣讲，唔免惊，这条信，就对死的苦话，从这个查某囡仔拯救起来。你要看这个故事是特别点啊，这个故事，你今要看也是这个犯黑老，而这个妇人人，真水哩，
金融的中间，互咱真清楚看见，这个反馈来的负能量就夹在这个中间，在金融的中间。好亲像，这十二年的艰苦，突然间伊嘛是嫁入在一个十二岁的囡仔内面。今年我常常甲人讲，伊个整个生命内面是夹在迄个中间，夹在迄个空旁的内面。十二年后了，去夹在一个十二岁的十个囡仔的生命是活是死的中间。十二年，迄真久长，一个囡仔一出世，长大到十二岁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恁知影，一个人，那囡仔大到了十二岁，伊会当入去教堂敬拜上帝。真大对比是这个反馈老的负能量，在十二年的中间，伊是袂当入教堂的。迄当时看作是垃圾的、无清气的，甚至有人望到伊，也是伊望到别人，拢是无清气，袂使入去教堂。伊坐过椅啊，有人坐落去，就成做污的垃圾的。这真正的艰苦，真久长的哭，痛疼。入到迄个中间，毋但是经文安尼好，甲咱讲，就是一个状况的中间，伊嘛是安尼。在灵魂的中间，伊入到迄个中间，伊看见家己的需要，但是这个路中，还佫有另外一个查某囡仔的需要。到底什么需要较重要？伊个第一中间是伫独立观内面，是迄个意味。若去摸，伊会当得着好，总是摸会互别人得着意味。要进入去内面无，进入去也互别人得着意味。伫个独立的中间，无安怎过去经验受排斥，总是只要有一个机台，会当得着意吗？根本上难做。歹势，伊个嘛伫个精湛的内面，当耶稣咧问。是自尊忘了的三句，是啥？耶稣要爱伊出来时，伊内面有真大挣扎。过去十二年的经验是互人排斥，在别人眼光中间，到底有搁要对伊？别人的眼光也是即时上帝对我的呼召，是啥物较重要？入到迄个中间是要怎样？这是这个富人的迄个处境。唔安尼，其实伊真打拼。十二年的中间，伊会去找别个方法，伊跟医生来打三工，伊也用真侪钱去帮助伊会当得着好，总是阮真清楚看见。迄只要固定的问题，伊家己用真侪方法，用医生打三无法度，伊经济压力开了所有的一切，无看见好，病阁反倒当当，每况愈下，无欲望。家己用尽所有方法，在固定的问题中间，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己的力量想要解决，没有办法，而且每况愈下，最后是无欲望。在这时阵，伊听见耶稣的代志，伊听见自己的方法用尽了，然后尽头是上帝开始，伊一个选择，伊一个伊听见，伊听见了后，伊决定伊要来问耶稣，伊想讲伊问，伊就当得着好。家己无法度啊，所以试看卖。听讲有耶稣，我嘛来试看卖，并且带着信心，我一定会得着好。对过去听，到落尾咱看见，伊的病得着好。学了立刻，两边就打，两边就感受着好。这是伊伫听到了后，伊付出行动，放弃原本的方法，已经无法度对比自作，伊去到寻求上帝的帮忙。伫结果后，伊信仰的中间，好亲像咱也是安尼，咱用用咱家己所有方法要解决咱家己的问题，总是无法度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迄个愿意用上帝的方法，听见上帝有当迄个困难，家己亲身去经历，这是这个福音人的苦。但是故事无伫遮就煞，真趣味。拄则咱看见是好人人在找耶稣，正是荒唐想当人找耶稣的时阵，反倒过来，上帝也在找咱，上帝也在找咱。耶稣只是感受有气力对伊身躯出去，伊就回过头来讲是啥？是自尊在蒙我的衫。门徒甲前面的人讲无啦，大家嘛在甲你回馈，是啥？你客来客去，无人特别甲你蒙啦。耶稣无放弃，伊继续看，伊讲是啥？是啥摸我的衫？伊无讲好呢，安尼形容讲，是啥摸我的衫？竟然拢无要承认。我听人咧讲，真侪人嘛是感觉懵懵，即个讲话懵是轻轻啊。真侪人话讲是真出来的，伊是讲即个可能用错的，互耶稣去注目着伊，是轻轻懵懵，懵懵就想要得着好，但是耶稣讲有规律，伊身躯出去。
这么多人回馈中间，耶稣无感受到气来飞出去，但是这轻轻轻的一波，可以感受到伊甲这个妇人人的生命中间开始有关系，迄、那个气来到迄个妇人人的中间，这是耶稣要找的目的。这个查某，这个妇人人的生命真正特殊，但是所有回馈耶稣的人无同款。有些看到想到就对应，个妇人真贵。无啦，刚刚时间伫自由广场，根据统计有180,000人约会到迄个所在。这一组人包括有记者、老二人约会到迄个所在。但是另外这有偌济人得到救，有偌济人骨折，有偌济人去经验着上帝快乐伫伊生命中间。大家拢要约会，辛苦遐约会，总是迄个心的。我阁随便甲你讲。咱的肉体会当回馈耶稣，总是只有咱的信心，才有法真正去 touch， 去跟上帝去领受到上帝迄个快乐。这是这个妇人人，甲所有这个正人无同款的所在。那是安尼，伊听得过，伊就来。先听人讲，伊听见耶稣的告诉了，伊就来，伊就付出伊的行动，伊用懵，伊想讲懵，我就会当得到救。耶稣不是这样想的，你一年耶稣说他对着神听，他就开始有那个信心，耶稣就修属给他。整个中间有一个人拉合，他也是跟这个妇人人同样听着，他就信，他救了他自己，也救了全家。希伯来书这样形容说，这个基督拉合因为信，他才接待这个探子，那个卖这个伊个城市的这个探子，伊才抬伊，伊拄着救。然后对这个探子安尼讲，伊讲我到天地，你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早已伫红海行伊个神命，上帝早已保护你去面对遐对敌遐王。然后伊讲我知影，我听过，我知影，我相信，然后我一定将这个地收属给恁，这个城市要变成是恁的。我听见，我相信，我知影。所以他就将伊藏起来。当耶稣啊，带着所有百姓拍入去亚利哥城的时阵，你到亚利哥城的时阵，伊讲找到这个妇人人，救伊，甲伊全家，甲伊所有一切，伊要得到救。独独讲有听见，伊就相信，伊就救了伊的性命。就是这个妇人人，对着耶稣真对的所在，对着听，伊就开始有迄个信心，上帝就将迄个福气赏赐予咱。不要看福音20:29，多嘛？你无看见耶稣，伊感觉伊一定爱看见，忘记伊才要相信。耶稣就伫等伊的显现的时，互伊望。耶稣对伊讲：“你因为看见才信，你若无看见的，就相信的，就有福气啊！就要经验到我，才是同在。”妇人人，这个反过来，妇人人，伊想：我只要望到衫，望到耶稣的衫。我就会当得到救，这是伊的想法。迄、那个生活真认真努力，伊迄个信心，我只要蒙着，我蒙着就会得到救。正是耶稣，你甲伊讲，毋是我的衫，是你的信心；毋是我的衫，互你得到救，是你的信心。查某囝，你的信心救你平平安安回去吧。你得到完全好，你完全得到好。耶稣在创啥？耶稣在甲这个妇人讲。不是你过去这种经验，好懵到，有什么困难会当去？是你的信心，信心和上帝回应恁人的需要，那是安尼。即使是错误的，动机对了，但是方法是错误的，上帝依然需要。其实这个妇人用的是一个错误的方法，伊抓住是懵到三，或者是那个三，跟那个三是有魔力，有一个信念，伊懵到了当得到救。虽然是安尼想，耶稣依然讲。用这个方法，然后得到这个机会，教伊面对面，然后改革，什么是真理？有当时咱真爱看医病间关鬼，像个嘛，温顺也做着这款方法，互人一时的中间医病关鬼，感受到上帝同在，有够教会，迄个是一个机会，会当大家将福音的进度教示予伊。有很多的人未来教会，无拄到是正确，而迄个信仰是错误的方法，这是伊较无得到救。上帝原来这是好的。你刚才有一间教会真趣味，有一个人伊来到教会，伊是想讲我来教会，
maybe 我有当得到上多一个启示。第一个就是用老人是天参，比那个黄历，怎样讲起来的畅想，你就想讲哇，能够教个有圣经，安尼很看蛮呀，很看蛮呀。所以伊就第一处理很多圣经，一很多中间，要讲耶稣入去会堂，伊就甲当作用枪死咁快，耶稣入去会堂，安尼我嘛入去会堂，我嘛去教会，安尼我就遇到耶稣。这是一个真奇怪串啊！正是当伊就安尼，因为迄几月伊就入来教会。你来时教会有无大班？有真侪真个真侪有团体，伊就开始参悟。当伊开始明白，伊开始参悟，伊就一个机会，上帝教导。虽然是错误的方法，但是上帝使用迄个错误的方法，予人迄个较无要得到救、得到帮助的心，而且有一个真理，会一个教导，会当借着迄个真理，继续迄个真实的信仰。这是他说为甚物一直要找到迄个福音人讲是啥，要甲伊面对面。用伊用伊错误的方法来帮助伊，予你原本得到救伊的感受，正是好有一个机会得到耶稣真实的教导讲，是你的信心，是信心予人得到救，不是傻子。比如马斯波罗安尼讲，是甚物方法予人得到救？是做功德吗？不是，是信主的方法，是伊用信主的方法。不是啥，是人的心。迄、那个信心予人得到救，迄、那个信心予上帝对伊，迄、那个信心予人甲上帝连接。有人安尼想，忍着就好。我感觉我已经好啊，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。耶稣讲无够，我要甲你面对面。毋是到我后壁脚车边，我要甲你面对面。面对面，我要甲你一个祝福，你讲出来，讲出来。毋是家己一个感受，迄、那个感觉一时间就过。有真侪人拢会去报道会，去好运会，伫遐过节时某一个感觉，拿酒，久久就无去啊。当音乐散，当人散开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感觉豆豆也无去的时阵，好亲像迄个信仰，嘛是甚物实在？可能是对我好呢啊！正是拿出把握这个机会，你看见伊甲伊讲，你讲出来，讲出来就是你的，讲出来是上帝要给伊。对伫尴尬的时阵，好亲像我是一个见证，唔啊安尼，上帝爱伊会当去做见证，用讲的甲伊讲出来。你偷偷你的经验，个人的经验，到会当大声讲出来。当伊讲出来时，伊做见证的时，伫我含好伊耶稣讲，关于这个属灵人做见证，伊的见证是真的，而且伊家己知，家己所讲的是真的。确信我所经历的，我讲出来，迄、那个过程是真的。唔呐，安尼家己信心得到激励，像是伊讲，互你也会当信，互别个人因为你做的见证，也会当得到坚固，这是耶稣的目的。不是一个事件，让人得到救，不单名，偷听名，是爱讲出来做见证，让别人也得到救。啊，还有第二步，这个福音人是对天开始，伊听见耶稣的故事，伊把握这个机会，放弃伊家己的方法，伊来找耶稣。心内相信得到亲医，找心灵也当得到救。哎呀，做见证，对天伊去经历。听耶稣的故事，听别人的故事，但是做一个决定，伊家己去经历，并且上帝给伊一个祝福，伊会当讲予别人听，伊的信仰经历，将做别人听到，煞只会当继续去经历的。这段话第四段两段是耶稣一个真大使命，和门徒和咱所有人讲，伫到地底做我的见证。正是耶稣已经诞生，和这个福音人在迄当时就开始做见证。对着听，听见别人的故事，听见耶稣的故事，伊去经历，伊家己信仰，也对着迄个听，听到听，伊家己对真做是迄个真实的故事，和别人会当听到。这是耶稣的目的，唔呐，互咱去见证，伊要爱咱去做见证。福音人找耶稣，反倒过来，耶稣找福音人。好，这个福音一行来，中间得到平安。福音人是神灵啊，一出来啊，去到耶稣的面前，这是圣经甲咱讲，伊人后出，伊是非常的惊讶伫遐。十二年，伊是一条过，甲去甲得救的，伊敢解决。十二年中间，伊就受拜托；十二年中间，送尽钱财；十二年中间，找真侪医生拢无法度。伊个十二年中间的绝望，十二年中间关系的破坏，内心的惊吓。
有时间，迄个原本刚刚发来脾气就好，耶稣讲，阿姨，你着平安，你着迄个情绪着足好，是对迄个行行中间有一个宣告，有一个祝福，平平安安，对行行行行，佮有一个情绪的平安。想着讲，咱因为信耶稣，伫伊个内面，咱放大无惊遐，有坚固的信心，到伫上帝的面前，是真实的信仰，毋是感觉。是迄个真实的信仰，是真正上帝讲，你得着救。伫迄真理的中间，是甲上帝下迄个三度。原本想讲偷偷啊，拢一个就好。入伫迄个中间，就是上帝。无爱伊当入伫迄个中间，要对伊入伫迄个中间害出来。不过活伫迄个入伫中间的艰苦甲挣扎，你会当勇敢徛出来。耶稣爱徛出来，讲家己的迄种，并且甲伊讲，亲身甲耶稣讲，讲出来，宣告出来。对着滔滔的中间，到人人特别站在众人的面前，耶稣在讲啥？伊讲在人的面前，对我，对天里我也要认伊。这个明白是这关系的建立。耶稣讲，这个妇人只是在后边，免得就离开。伊要跟伊其实有真实的关系。基督教的信仰，不是一个求明白，不是一个求一个心念尔。伫基督教的信仰，上帝爱咱是跟伊其实有个白天的关系。对鬼的告诉我，耶稣上帝讲，伊要做咱的爸，伊爱咱做伊的囝，是爸甲囝的关系，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是会当依靠的关系，是会当随时变动的关系，毋是靠着迄个三机，毋是靠着迄个只是迄款的一个物质性的，是实实在在迄个性命的连接，迄个感觉，伊家己感受，我闻到，甜啊，迄个感觉，我家己感受，我好啊，就是耶稣，毋是。你要改讲，不是一时的感觉，是你的心，你的心让你真正有平安，而且得到完全的医治，是真实的领受，不是只是一个感觉，是真实的经验到了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，一个当经验到，对自家的自我的解释，到是耶稣实实在在去听见你的真实的信仰。有真侪人受到邀请，心内有感动，继续留落来，真好，总是上帝爱咱人。继续在伊真理的中间来领受，拍在咱的主道中间，咱有无道班，有洗礼班，有操行教育，洗礼了后，咱有初信造就，迄个道德是啥？现在伫遮，咱要受信仰，心内有真大感触，但是搁煞食来，上帝爱咱是真实伫迄个真道中间造就家己，伫真道的中间，面对上帝搁较济，毋是只是感受迄种上帝的同在，是真正。上帝话会当成伫咱的心上，啊，人是仰望上帝意愿，总是无因为无信受邀约，因为信心得到坚固。感觉当离开的时阵，碰到困难时，就搁累积。所以上帝爱人是祈福，不是伫经验，不是伫感觉，是伫真道的内面，是真实建立耶稣基督的内面。当有困难，依然来当继续仰望上帝，因为上帝甲咱同在。上帝教妇人的这个三度，爱这个妇人有真正的平安，跟伊有真正的关系，并且有真正的信心。这个后来的妇人，以纯粹的信心，得到跟耶稣的三度，对着伊找到上帝，跟上帝找到伊，等于三度的是有真实的平安，跟上帝真实的关系的连接，并且真正的信仰跟程度，建立伊的内面。对着天地大人的故事，伊家的经验，并且今日咱的圣经，咱听见伊的故事，这是马街真出名的一个医生，林玛丽医生，伊是台湾血液之母，甲血血液一样感觉有关系。伊也听见这个故事，伊家的经历，伊建立着台湾关系的系统。在1980年，伊改革当时的血牛卖货的迄个系统。真恐怖的迄个时代，伊改革，那安尼，并找出着对阿基王上好一个血液的检测法，叫 NP 法。伫研究病理研究中间，真正的艰难，而且唔也是伫伊的研究的过程，也是伫伊家己的婚姻跟伊的性命中间，遇到真多的艰苦。30岁的时候，伊拄着肺痨；40岁，佫拄着鳞癌；50岁，伫伊的婚姻拄着真多的困难离婚。正是伫这所有的艰难危困的内面，上帝真做伊上大的快乐，甲帮助。伊
伊也听见伫圣经中间的故事，伊家己经历，伊写一本册，叫做《风中的波斯菊》。伊的信仰也真多，别人听见的故事。是呀，我想要拿回咱所有名字，咱家己来写。咱今日要听见会老妇人的这个故事，咱需要亲身去经历，写咱家己的故事。伫委屈的灵魂的中间，伫真无用的生活，伫咱业务中间做做的事务，甲咱的艰难，也好相信，有曾经甲这会老妇人有久久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有想要伸手无？你的手要伸到倒位？咱做伙来祈祷。这个故事咱已经听过，耶稣爱咱，教伊经验，教伊三度，了咱家己迄个水的故事，好让咱做伙来祈祷。你的手要伸到倒位？这是会老妇人的故事，伊对你听见你，伊够经验。在迄个下旁的中间，艰难的中间，伊找求你，伊得到真实的平安，甲你有真实的结连，真实的信心，继续行伊的人生。求上帝你也帮助我，所有兄弟，互阮听见的，成做阮所想的。真做阮会通经历的，互阮对伫听，教伫别人会通听见阮，阮家己亲身的故事。阮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